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仔啊。咱们今天就是刚到全热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开了个会，然后说了一下，就是小黑粉们，就是咱家有铁粉也有小黑粉，有黑粉就是光那个怼咱说咱，然后说咱对狗狗不好怎么怎么的，咱竟然有那个铁粉就是给咱家人支持那些礼物什么的，那些咱那个阿龙团队都记在心里，但是啊，有些小黑粉他就是该死，这家一天天的不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，不知道姓啥好了，一天天的说我们就是对狗不好，怎么怎么怎么了，一天天的招你惹你了，就问的，我就问，就是小黑粉，如果你自己养狗，你舍得给你那个狗狗们买那些玩具，跟那些就是大骨头羊排什么的，你舍得呗？你一天天的你不知道干啥，吃的脸给你打黑了，你在这出下，然后。咱今天就是趁这个机会让他们看看咱们等怎么没对狗好了，然后咱们现在啊就是去弄咱们的就是餐，然后给我一队那个队员都欠上餐，这一天天的小黑粉这家眼瞎腿瘸嘞，不知道干啥吃嘞，一天天嘞出下啥鸡巴玩意儿啊，然后咱们现在开始给狗狗们做饭啊，走吧。这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个小鸡，放入锅中，这些都是我一个个给它掰开的。给我一队队员全体开战，黑豹二十多个。加了一口一个，哎，吃的快香了。等一下还有你来了，铁蛋儿。好家了，这一会没了，剩了两个，我天，黑豹真是吃饭太猛了，刚刚我到铁蛋那儿有那个两三分钟，然后回来黑豹吃完了，这家吃饭就是猛。现在黑豹的肚子都起来了，吃嘞！啊，一个，慢点吃，黑豹没人抢。行了，等黑豹吃完咱们给他整回去啊，给铁蛋准备十个。好家了，比他爹吃了还快了，慢点吃，铁蛋咋跟你爹一样啊，吃饭没个枪。这家伙吃饭真没枪，这样吃吧吃吧，这家吃饭跟他爹一样就是猛啊，这不嚼直接咽，这一块块里还是铁蛋猛，铁蛋打架的时候也特别猛，这几天刚刚起性，咱们等铁蛋以后长大，肯定那简直有了铁蛋有了黑豹
黑豹那个历史已经过去了，但是黑豹依然是我一队那个大将军，还有下边是铁蛋小黄，然后母的战斗力最强的是花花。等他们长大，一个个长大，铁蛋马上长大，再等小黄长大，简直无敌了我一队。好家伙，吃完了，这家一盆儿，看那肚子吃嘞，那鼓了一阵球了。把铁蛋整回去啊，给小黄花花再准备十几个。小黄小花准备的啊，来来来，好家伙，咱家人都说花花吃得快，但是我感觉啊，他们两个都吃得差不多。花花这肚子，拿着花花暂停一下。我小王吃几口，好吧，吃吧。一盆肉直接干完。刚回窝的就打架，刚回窝的就打架。当然呀，赶紧赶紧赶紧！等会儿等会儿，煮了煮了，往后拉往后拉，煮了，装装装装装装，咋回事？啊？哭啊！算了晃，算了，煮了。别放一块了，往大家。花花，谁打的谁啊？小黄先开的架。小黄先咬着他。这现在这瑞雪来了，还没笼子来。哎呀，这边两条，因为口罩原因啊，现在还发不走。小黄，你干啥了？你小黄？打架平常都是花花打他，今天把花花给打一顿，一天不带伤就不行是吧？啊，别打架了啊，放心试一次啊，再放心试一次，要再打架的话往后永远别在一块了。别打架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花过来，那咱们嗯，中了中了中了，别打架了啊，天天打架没完没了嘞。吃东西这打架，不吃东西还好点啊。这太厉害了啊，刚吃完饭回笼子就了。那估计正在抢食的那会儿，以后注意点，吃完饭了在外边玩会儿呀啊。好，咱们现在给所有的一队员都加完餐了啊，然后咱们今天就是想给那些那个小黑粉们说一下，咱们怎么没对狗好了啊？咱们哪里就没对狗好了？咱们哪一期拍的都是喂狗好吃的吧？不是牛肉就是那个大骨头什么的。这些狗狗我就问，几个狗场能做到？咱们天天喂那些好吃的，那一个个那家小黑粉眼瞎呀，那看不见呀，都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都一个个的，哎，气走了啊！今天一看那说那些。这家脾气瞬间那个上来了，如果在我面前肯定打了他出了这个院子，这家一天天的疯了，那眼瞎一个个的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一个个的。行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